大家好，好久没有录 vlog， 我现在呢在机场，然后今天的行程还蛮特别的，蛮特别。这一次呢，非常非常谢谢 Dior 的邀请，所以我现在要去 LA， 这次要去那边住一个晚上，参加他们的活动，所以我现在在等飞机。还是要带你们跟我一起去，所以一起期待今天的影片吧。飞机 delay 拖了好久。这一次呢，我在 LA 住的饭店叫 London， 叫 London West Hotel。哥，我们现在就来 room tour 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偷偷看了一下，然后就是觉得这样。首先呢，我们站在门口的位置，我穿得很邋遢。然后，一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先往前走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木板，看起来这边感觉是梳妆区。然后 Dior 给我的袋子，然后往前走呢，这个是床，哒哒，我觉得床超漂亮的，就是那个木板那样，哒哒哒，噔噔。然后再来是他的桌子、电视哦，我一直很想买这种桌子，可是这种桌子都超贵。漂亮的花，然后 Dior 送的新品 ，yes。然后走到这边呢，外面天气超好。哎，在哪开？我先拉着你们看，阳台超美的。然后，这是我的小沙发区，哒哒哒哒。哦，真的很喜欢这个桌子，哦，我想扛回家哦。而且它桌子跟那个桌子是同一个花色。再来，一定要带你们去看一下厕所，它厕所超美。我就是走到这里。噔噔噔，这是梳妆台的部分。我想说今天晚上可以来跟你们直播一下，在这边。然后厕所，哒哒，超大的！我来开一下电灯，啊，超漂亮的浴缸，又是这种大理石纹，超漂亮。然后有浴袍跟超大的洗手台，然后还有超漂亮的淋浴间，噔噔噔。厕所的全身镜是要逼死我吗？基本上呢就是这样，房间超好看的。叮叮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其实是下午1:30左右，我还没吃任何东西，只有飞机上，因为刚飞机 delay， 所以还要给我们一些小小的花生跟 pretzel 之类的。现在呢，我要去楼下的就是饭店里面的那个午餐的地方，随便吃一个简单的东西。大家好，哇，这边好亮哦，让我们退一步。我现在呢已经上了妆，看出来吧，就是我其实只有上睫毛，然后嘴唇上用的这个颜色超好看，就我觉得很显白。它的壳其实颜色是长这样，但猜我嘴唇上比较略红一点，好看吗？这一款的色号是648号，就是这次新上市的纯露，台湾大概是4月中上市。然后我刚刚本来试了这一支，给你们看这两个颜色的差别。不过这一支其实比较浅，然后我觉得这一支上来我嘴唇上的颜色刚刚好，所以我就选这一支。然后等一下我就会带这支放在包包里跟我一起。等一下哦，这样看得到我吗 ？OK， 好，这是我今天的衣服啦，其实没有很重要。非常谢谢 Dior 借我一个很好看的包。觉得超好看的，然后它大概是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子的感觉，或是这样子的感觉，差不多要准备下去跟大家一起汇合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见喽，拜拜。超多色号。
kind of used to the life here already. Yeah, so I'm definitely that. I like it. I'm one. So yeah, if you can avoid traffic by just organizing your day, better. Ooh, well, like how the grease pops out. Yeah, cool. This is what I thought, saw in my head, and then I was like, oh yeah, let's do it. That's, I'm glad you said that. Because I like, with, I can of course the hair. Voila. Yay, pretty. You good? Yeah. Fabulous. Yeah, it looks really good. Do you think I can still like brush through the hair though? You can shake it and do it like, you can set it like this for while you're getting ready. Hello, 大家，刚刚那个发型师走了，所以我现在其实应该要来上眼妆什么之类，因为我现在完全没有眼妆。OK, 那现在呢，我就只剩下化眼妆，那我们就来化妆吧。我先来换一下那个晚上要出席的上衣，然后这是我今天下午出去的衣服，所以换一下晚上出席的上衣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。首先呢，要先来加强一下的是眼妆，因为我眼睛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妆，就把睫毛刷起来而已。哇，其实颜色单擦就好美哦。Hello, 台湾 Vogue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在我身边的是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原希子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原优果。我们现在来吃河。叮叮叮叮叮叮。嘟！我刚做了一个小直播，然后现在呢，我要来填那个早餐，就是眼睛哎。就是明天的早餐，就是明天早上的早餐可以送到房间的门口，所以我现在来填一下要吃什么。 Scrambled egg, wheat toast, 哒哒。 OK, 把它挂到房，他说挂到房间门口。我现在要来洗澡了，可是浴室真的太美，我不知道要要泡呢还是要洗呢。叮叮 Hello 大家早安，我现在就是刚起床，连脸都还没有洗，你看那个油。可是我还蛮喜欢早上起床脸是这样油油的。嗨，我的早餐来了，给你们看。他刚走进来，然后刚走出去。哒哒，我点的是，我记得我点的是炒蛋，就是这边有吐司。我应该弄奶油，然后我的葡萄柚汁、咖啡、牛奶，这个是噔噔噔炒蛋跟一些小东西，耶！就是昨天晚上半夜吃粉，真的太开心了，来吃吃看。
really need to be said, but not everything, guys. 我用这个超小的 Tabasco， 我超爱 Tabasco。我喜欢那个味道。我还有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然后哦对，这家饭店是12点 check out 哎。我现在就继续吃早餐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机场见吧，拜拜。Good girl. Oh my god. 你一定要过来是不是？哦，我到家了。谢谢大家收看这次的 vlog。OK， 好。然后呢，我很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因为没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不可能可以去参加 Dior 的 party。OK，L， 那，这很谢谢大家。然后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参加 party。这样就会很好玩，就大家一起在同一个地方见之类的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咯，影片应该非常的长，然后我现在要陪一下Elu，因为他现在就是非常的希望，你看他的手超 cute， 他现在非常希望我陪，对不对？OK fine， L， 那就先这样咯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Elu， 你好像我妹妹呢。Go! Good girl. 快点喂喂，快点，快点喂喂。Elu 棒了哟！Elu 快点棒了哟！快在这里。